他怎么样了？没有生命危险，但是很虚弱，还昏迷着。夫人，您醒了。夫人，你们是？我们是家代的朋友，中村家代的朋友。我是中村良子，中村信男的夫人，家代的。 生身母亲，原来你是家代的母亲。你是家代的母亲。如果家代知道您还活着，他得有多高兴。所以您一定要好好活着，要跟他重逢。我的家代。 那个血红的，哎，这车要红到拿回去烧了。快走，老师，快走，快走，老师，胡总，滚出去！ 不愧是生物学专家，做的挺专业的嘛。你今天晚上的加班工作，给我节省了不少时间，谢谢。
后来，我托人回国找女儿，得到的竟是她被劫匪杀死的消息。 父亲，大岛回来了。白龙飞一再强调，大岛近期不宜公开露面。什么事都办不好，还有脸回来？滚出去！ 夹带呢？夹带又在干什么？他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，不肯见我。 看好他，他的实验室24小时派人监视。萧景和呢？哦，还没有消息。我找遍了林依城各大医院和诊所，一直没有他的踪迹。不过，我已经委托安庆帮的人继续查找。父亲，那个人会不会已经死了？他死了最好，我们永远没麻烦。可是。 到底想干什么呢？他当然是想告诉加代一些当年的事了。现在T计划还在进行，不能被他打搅。如果他还活着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。还有啊，现在反日势力很嚣张。
小腾哥，你说咱们真的能找到钱吗？看见他们手里提的箱子没？你俩在这等着。好，哎，好。唐爷，这是上个月的进项，都在这儿了啊。好，明天我就给龙爷送过去。好的。对了，唐爷，油你还得备点。我听说他们募集的物资能装几卡车，到时候就得靠这东西了。就你那二五眼睛，就盯着女人的时候好使。低头看，都给你备下了。还是唐爷有先见之明啊。走了，唐爷。钱是好东西啊！小童哥，你可真行，咱快走吧。不能走。像狗似的，还想烧了我们的救援物资。过来，好。都给我洗干净点，啊，把水给我控干啊。有那个口裂的地方就漏油，啊。你说就那么一点油，装不了这么多瓶子了吧？你操心，油在有的是啊，忙着点干活，咱们回去好睡觉，大碗啊。你不困呐？我都困了，快点。说了，你那双二五眼儿就盯着女人看时候好使，这小子要放火把你烧成烤炉了，你还不知道呢？啊！你们几个小兔崽子，敢到我仓库来放火，你们活腻了吗？你帮主的大事，差点毁在几个小流氓的手上，你他娘的干什么吃的？还愣着干嘛？我等。来呀！是小兔崽。哎呀！哟呵，还带着枪，你小子来头不小啊！你们胆儿挺大呀！啊？知道这是谁的地盘吗？说，谁指使你们放的火？没人指使。我们要为东北的同胞捐款。笑。你们用偷来的钱捐款，还敢在这儿给我理直气壮是吗？偷也比你们抢来的强。好，先不说这个，我现在就想知道，你们为什么放火？是谁让你们这么干的？火是老子放的，老
真要是吼死你们这帮狗日的。好，那我就问你，我只问这一次，谁让你放的火？快说，说说。说了我放你们走。做梦吧你！不说是吗？往死里打，狠狠打！我告诉你，你们今天谁嘴再硬，我打死你！狗日的，你勾结日本人不得好死！把那小兔崽子嘴给我堵上！大爷，杀了你！都给我关起来！大爷！关他干嘛？直接跟那个高华一起弄死算了。现在还不是时候，等我问过龙爷再说。怎么了，一成？高叔叔早上起来送那个日本女人去医院，到现在没回来。什么？还有，小童被安青帮绑了。这都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小童带着小六子，到安青帮的账房偷钱。还准备放火把人家仓库烧了？胡闹！落在钱生金手里，那不找死吗？我从汇仙园老板娘那儿打听到，明天一大早，安青帮要动私刑处死他们。等一下，一成，我听高华同志说，这两天一直有安青帮的人盯着他。那就是说，高华叔叔也非常有可能被安青帮绑了。没错，这人得救啊！而且这事不能告诉队长。咱们自己行动。志鹏说的对，不过还有一点，这回很有可能是个诱饵，他们要以黑旋风上钩。事有蹊跷，不管是诱饵还是陷阱，咱们都要会会他们。明天什么时候？一大早。好，就这么办了。黑旋风真的会来吗？会来的。钱帮主，如果有人来砸场子，别和他冲突，放他们走。明白。金四，有命令部队撤出关帝庙，沿路的狙击点都给我盯紧了，谁敢放纵黑旋风，军法处置。是。高凌风，你真来。高华一起送走。怎么样，起风了？要不你先上山沟里走走，这是我定的。不用。狙击点查查岗，告诉狙击手都给我藏好了，不许暴露。这条路是必经之路，人都安排好了，都摸清楚了。高叔叔、小童他们天不亮就被关进关帝庙了，庙周围没有什么埋伏。他们安青帮杀人之前要搞个仪式，安青帮十几把手都在庙里边，现在去还来得及。行，那就出发吧。出发。关老爷在上，近来家门不幸，屡遭盗匪，坏我钱财，扰我安宁。更有共犯同伙替泥腿子张牧，今天在此，我要严惩逆贼，还请关老爷给我做个见证。把他头套给我摘了。
你死到临头了还敢笑？我笑你们太愚蠢。现在全国人民都在反对日本人侵略，而你们却给日本人当走狗，残害自己的同胞，你们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。你少多讲那些大道理。这么着，只要你承认你是共党分子，高林峰是你的下属，受你领导，我饶你不死。我明白了，你们抓我是为了对付高林峰吧？我这个侄子让你们害怕，对吗？想从我这儿给林峰找罪名，做梦去。那你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分头行动，来，先送他上路。你敢？你！往北边，暴虎蒙古，给我狠狠的打！黑旋风，你到底是来了，看你怎么逃出我的枪口。李参谋，到，告诉各个狙击点做好战斗的准备，好好招待这些客人。是。起来。看什么？过去。慢着。有什么话咱们好商量啊。我不想跟你废话，赶紧放人。把人给我放了！你赶紧放人！放人！放人！快点！快走！走！哎，不是，我们放人了，你赶紧把枪来！李队，你这人不太懂事儿，把枪放下！把枪放下！放下！放下！借你的帮主用一下，没事。哎，帮主，旋风兄弟，你那个枪可别走火呀！你如果再动，我这枪可就真走火了。哎，你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好，我们不动，不动。我今天留你一条命。追！我追！追了！帮主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反正龙爷在路上等着呢，跑不了他们。哦，原来是欲擒故纵。帮主，高啊！隐蔽。宇哥，没事吧？那边有狙击手，我做诱饵，你们看一下位置，注意安全。看见了吗？11点，2点，两个。车就藏在前面的树林，我干掉狙击枪，咱们谁也跑不了。我再引一次，大家趁机开枪。不行，盯得太紧，根本动不了。我试试。谁开的枪？队长来了。一个都不能跑。是。
给我拿来。怎么样？拿着。撤。过来。队长，我不该自作主张擅自行动，还让黑旋风的队员都受了伤。我请你处分我。哭什么？男人不能哭啊！你知道吗？军人要有严格的纪律性。虽然你不是军人，但你是我们黑旋风小组的一个成员，就必须要按照一个军人来严格的要求自己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下不为例。就这样。行了行了，吃一堑长一智吧。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你们黑旋风小队的纪律性、觉悟性。行了，原谅您了，去看看其他的伤员吧。这种看着就现在这活该哈，就这样的人，早晚都得就这下场，平时不干好事，你看得报应了。这不往进来，被抓了，没有一个好下场。
吃吧。兄弟，兄弟，你叫顺子是吧？哎，顺子，我跟你弟李长生那可是老相遇了。那要怎么样？顺子，你帮帮我啊！只要我能躲过这一劫，我神机组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。滚一边去！你们这帮狼心狗肺的家伙，我爹好心好意给你们送寿，你们还要杀了，到最后连我都不放。要不是志鹏哥帮忙，我早就死，我才不会帮你。啊，顺子，哎，我那大侄子，是做的有点过分，对不起你们，啊，可只要我活着，那就没有问题了。我会让他们给你很多的钱，足以让你后半辈子呀过上好日子。栓子，相信我的话。哎，你还不知道，杨虎威已经去见阎王，留着你那点钱给他买棺材。胡说，不可能。怎么就不可能？杨虎威的脑袋现在还挂在临沂城上，他是现世现报，罪应得的。高凌风，我操你妈！我他妈走进电梯府，我也不放过你！你给我他妈等着！我操！你怎么乱咬人呢？我告诉你，杀你外甥不是高凌风，是你的老朋友白龙飞。听清楚，这是白龙飞。白龙飞，你胡说八道！自己看看。呀！白龙飞，你这个狼心狗肺的王八蛋！我要让你粉身碎骨，我要扒了你的皮，吃了你的肉，喝了你的血，我要让你断子绝孙！放什么放？要不了多久，你会陪杨虎威的。你给我老实点！咋了？那老家伙喊什么呀？没事，听说杨虎威死了，正发疯呢。别理他。哎呀，来，我要宰一宰啊！孙子，你要是困了呀，你就先去睡会儿，这有我呢。爹，你先睡吧，上面小我来看着，下面小你再来换我。傻孩子，我哪能睡呀？也行，你在这看着啊，我把这些东西拾掇拾掇啊。顺子，顺子。顺子，你给我过来！这老东西他又想干嘛？
顺子，顺子，我有事儿，快下来！喊什么喊？我肚子饿了，给我弄点吃的。我不给你吃的了吗？掉地下了能吃吗？我要新的。老东西，你凑合吃吧。出国留洋了吗？夫人吩咐啊，这几天都给烧爷做点好吃的。哎，赶紧买点好菜去，回头聊啊。行，慢走。韩队长，韩队长，大事不好了，沈一松跑了。跑了？怎么跑的？老家伙听说白龙飞杀了杨骨灰，那像疯了一样了，又是哭又是骂，也不知道怎么的，他就把李长生给杀了，然后就跑了。坏了，雪茹姐有危险，你去找高华，我去找高凌风。今儿的菜新鲜哈、啊，那是啊，什么时候打我老刘手里捡到菜呀、啊？哎，快挑进去吧，没时间了，我等着做菜呢。是吧？回头聊啊。哎，那你